众神归位。我包括了。可以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许愿许愿。二十岁可以多许一个。虔诚点啊！二十岁到三十岁是人生最快的时候。我跟你说，来吃蜡烛，一口气。有人吃的少的，有人吃的小黑少的，你吃了饭。你说那个太少，不过现在就多点。小心，为什么？是这个吗？当然，你也可以有点事儿。吃这多，你不要吃下面。好事成双，分钟还有两个。